Hello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端午节，老师呢在这里要教你们做粽子手工。OK，在这里呢，小朋友们先拿出你们的颜色纸，老师已经给你们准备好的，来颜色纸，OK，还有绳子，还有两粒眼睛啊，他的眼睛啊。还有红色的毛线，我们做它的嘴巴，然后端午节的字条，OK，先把它拿出来这些东西啊，这些要做的手工。再来，老师要你们拿出它的这个道具哈，我们要用到的啊。就是浆糊、打洞机啊，打洞机，还有棉纸、剪刀啊，OK，好啦，现在我们都准备好了哈，我们要用的东西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们首先拿出你的颜色纸，OK，青色，我们的粽子是不是青色的啊？对不对？OK，首先。放上浆糊来，浆糊呢，我们把它粘，把它放在涂上这个，我们要把它封口起来，大概是1 cm 哈，然后可以把浆糊涂上去了，然后你就把它粘上去，把这一边的可以粘上去哈。好，按一按，然后就变成了好像一个圆圈，好像一个圆圈，OK。然后现在呢，再拿回浆糊，好，在这一边半圆形，哈，也是1 cm 哈，大概是1 cm，OK，涂上浆糊，把它按一按。按下去就是要稍微等一下哦，等它干了。按一下啊，你们要等一下。然后呢，OK，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，对不对？好像一个袋子啊。过后呢，它这个是平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把它倒下来，我们用这里按下去，倒反哈，它还是平的这一边。现在我们不能够平这一边，平这一边呢就变成扁扁的哈，我们不行哈。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这样子呢，把它放直，然后这里放浆糊，OK，然后还把它按下来，OK。好，现在我们放上浆，涂上浆糊哈。也是一样，大概它的深度是1 cm 哦，1 cm。好了，OK，就把它这样压下去。好了，就是这样子压下去看。所以你把它放上来，你看。就像一个三角形，它的表面像是一个三角形的话，就对了啊。OK，好，再开回了，再把它压回去，因为还没有干哈。过后呢，它干了哈，你就拿出你的打洞机，好，来在这个上面打一个洞。上一个洞啊，在这里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哦的这个洞的下面这一边就粘上两个眼睛，还有它的嘴巴，OK，好，眼睛和嘴巴就像这样子，OK，眼睛、嘴巴，它的毛线哦，这个毛线呢，稍微把它弯一些哦，
然后把它粘上去，然后把它粘上绳子，已经粘好的眼睛，先穿上这个绳子。 然后上方打一个结，把它打上一个结。OK，好，打上一个结，然后呢，就拿出了你的这一个字条，端午节的字条，把它粘上去。怎么粘呢？来，剪一小段的粘纸。 大概长度 ，OK， 它的纸的长度不要太长 ，OK， 然后这个纸呢就放上去先，纸放上去先，好，放了过后你把它倒反过来，倒反过来了，然后就把帘子粘上去。 好，那么呢，这个粽子呢，粽子的手工就这样完成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